马上就要上台了，我小提琴都准备好了，音都调好了，我的心也调好了，调好心要见到你们咯。要上台了，真的要上台了。我真的要上台了，拜拜。我最爱的人，拜拜。哎呦，好热好热，热情。结束了结束了，可是刚刚我把我的麦放下了，可是突然间我又去拿我的麦，然后找不到麦。可是还好有一个工作人员很快就马上看到我，然后就给我一个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热闹！耶！什么时候开演唱会？啊？演唱会啊？我现在就开给你。